球隊今年的實力普遍是平均增強了的，都不會的了，我們都是控球啊，即是猜拳比較多咯，我哋都好少踢長波嘅。目標希望足總杯入到決賽啊，或者攞到前四啊。上季非常好啦，首先我哋攞咗東南海杯嗰個公開組冠軍啦，石地最高殊榮啦。咁啊，同埋我哋甲組去到第五啦，第一季升上甲組算係咁噶啦，目標達成。我哋個班底都係喺丙組、乙組咁樣升上嚟，我都踢咗幾季噶啦，喺班球員。默契冇問題嘅，有 keep 住個出場時間啊，都踢咗好多場嘅比賽，狀態都提升緊。目標希望可以喺前三名先啦，最緊要。因為始終我而家咁嘅年齡都係唔踢先住嘅啦，應該帶動啲年青球員提升佢上去上嚟。都冇乜唔升嘅，似咁呢度始終個壓力就比職業隊又少好多嘅，咁就希望喺度踢得開心啲咯。呢、這個要始終要踢完可能第一場比賽先睇到個分別啦，即係可能速度啊或者啲逼搶啊啲頻率嗰啲可能都會有分別，但係呢啲要落到場先會感受到咯。期望就即係。維持在上頭幾位的位置，就是希望是有些競爭力咯。球隊暫時我諗狀態都是五六成左右，就希望透過啲 friendly 熱身賽就慢慢提升。上季表現其實是合格的，因為都一開頭都話喺中游位置，咁臨尾最後攞第五都十分好，同埋喺下半季的時候都幾連勝過啦，再加上都比。因為上半季的時候可能失分失得比較多，下半季之後加入了人腳之後就好好多，表現都好好多。表現其實我自己覺得仲可以再好啲，因為上半季可能未狀態未夠，幫唔到球隊入咁多波，咁下半季可能再好翻啲，就開始慢慢入得多波啲啦。希望今季就保持由上半季去到下半季入咁多波咁樣就最好啦。今季球隊目標，我諗首先一定係要，我覺得可以名次上面高過上季嘅目標係希望。咁然後足總杯嗰方面就可能盡量爭取到比上季更好嘅成績啦，咁樣。